熬过人工，道路非常的狭窄，加上圆饼圆饼之间的间隙很小，我们稍不注意可能就要压到障碍，而且障碍都是一个接着一个的，这要求我们驾驶员要具备很强的车体感能力，能精准掌握车辆在行驶中的具体位具体点。虽然前面的视野比较开阔，但是由于后面挂着挂车，盲区较多，驾驶员很容易出现偏移压线的情况。